这条裙子挺好看的。Hello， 比心，这条裙子也挺好看的。哎，宝宝们，你们看，那边有个穿山甲，哎，科普一下，穿山甲呢就是穿着山寨的衣服出来炫耀的人。哪位宝宝要是送我一个火箭，我就让他秒变缩头乌龟。感谢宝宝送的大火箭，我出来。你知道你这件衣服的名字叫什么吗？我不晓得，我捧了捧给我了。知不知道穿山甲出来逛街是会被骂的？你也是罗娘啊？对呀。 我的都是正版的，你山寨的也敢出来玩啊？你是我傻子，管你傻子死嘛！不是你，来叫你不要穿山寨。不需要念罗娘亲戚。你有，你怎么还穿了山寨的衣服出来逛？住手！人家小姑娘穿着喜欢就行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版权问题，如果真的喜欢洛丽塔，就不应该去买她的盗版。我老想的呀，我也是第一回穿穿山甲，你还有理了？宝宝们，帮我曝光它。 你身为一个主播，我已经别人允许擅自拍摄他人直播到网上，侵犯了别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今天这事我管定了，你要么当着粉丝的面道歉，要么我直接报警。宝宝们，你们说怎么办？道歉？我以后还怎么混呀？我可是有好几万粉丝的大主播哎。那我就有报警了。不过你今天人是走不掉的，你看那边。 知不知道穿山甲出来逛街是会被骂的？人家小姑娘穿着喜欢就行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要么当着粉丝的面道歉，要么我直接报警。不过你今天人是走不掉的，你看那边。橙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来怎么让大家知道你的真面目呢？我们洛娘的宗旨是穿正不喷山，遇到萌新踩雷呢，顶多善意的提醒。 绝不干涉别人的穿衣自由，那就是说你这个主播狐假虎威，还对小姑娘动手动脚，真是个罗娘抹黑。哼，你敢不敢跟大家解释一下你这裙子是从哪里来的？哇，既然你说不出口，那我来告诉大家吧。喜欢主播的宝宝们，点点你们的小心心。礼物刷起来哦！你们想看我穿水手服吗？想的话，在弹幕扣一哦。娜，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宝贝小裙子？别让小猫咪弄坏它了，我下午有急用的哦。包在我身上。 谢谢大鸡腿送的火箭，爱你哦！啊，大鸡腿，我谢谢姐妹呐。可是我这边不是很方便呢。哇，谢谢大鸡腿！一会儿私信你哦。宝宝们，我要下播了哟，拜拜。一群屌丝，还好今天手残不穿。想看你穿洛丽塔？想看你穿洛丽塔？有重要礼物给你哦。有重要礼物给你哦。哼。别让小猫咪弄坏它了，我下午有急用的哦。 偷偷穿一下，等一下还回来就好。反正那个傻子也不知道。好的，不见不散。哟，想不到你这个人不仅心不干净，手脚也不干净。看来还有好戏。看那边谁来了？